我们快要毕业了。你之后长大的梦想是什么啊？我的梦想就是，我希望不要再看到你了，这样我就可以不用跟你玩超真实扮家家酒了。老师给我一个悲惨的音乐。你说什么？我的超真实扮家家酒都是我的呕心沥血之作，哎，我还自己 Q 音乐，而且你看这些剧本都是我每天在家里想的，里面包含一事无成、懦弱、不求上进、小气，都是非你莫属，我为你量身打造的剧本，你竟然不要？你怎么会写这么多呢？让这么多的树木因为你而倒下？什么一事无成？我好歹也是红极一时的警行厅男孩，而且我带起了全台 popping 的风潮。难道贺军翔思想到底？你不是爬屁，你是触电吧？不是触电，一般人说我们是附件。不要再闹了，再这样下去我就要学我妈了，把我的兔子拿来，我去厕所搞什么东西？把手。好了，你不要把你的私人情绪拿来这里好不好？要不要录影？要。欢迎收看《百变智多星》，一起动脑筋。是啊，看到我们两个一身的学生打扮呢，就知道又到了我们的学生挑战赛。没有错，今天的六位来宾，今天的四位呢，也是一时之选。什么意思？除了聪明伶俐之外呢，其实呢，在校园里面也有很多厉害的表现。对，马上来欢迎他们。首先，所向无敌队欢迎唯一领队，还有我们的许悦以及雅轩。对面势如破竹队，医生，轩尼，还有 CC 哦。这看队名就知道，今天呢是世新对上东吴啦，都是私立学校，算是排行前几，很厉害的，很厉害。而且我们唯一是东吴哲学系，哲学系真的啊，哲学系是因为那时候在填志愿的时候，我就先把东吴把尽可能把它前面塞满满的，是，所以然后就刚好就进到了我写到东吴的最后一个志愿哲学系进去。但其实这四年我是把哲学系当体育系在念了啊。那你那时候哲学系的校区是在外双系？在外双系，外双系哦。对，但那时候本来一开始进去很想要努力的。就是转系考，那时候目标是法律系，的东吴法律，就是最东吴最强。但是进去之后就打球打到疯掉，但是还打得还不错，因为我们后来是拿到整个哲学系全国的大哲杯的冠军。哎呦，很厉害！那接下来我们带来两位漂亮而且出色的学妹啦，许悦网络红人哦，对，很红呢。对啊，他真的是我们两个加上智多星的人数，三个加起来都没有他的一半。我刚刚也在算我的，我不知道乘以几倍才乘得到这边去。不是，我觉得他以外，许悦，我知道，可能没有办法比拟，我知道，可是那一定有一个关键点，对，就说某一天，或者是你抛了某一个什么，突然爆红，对，比如说台湾孔刘，对，人家觉得说，发现有一点小小的成绩，怎么会有人有病却不去治疗？对，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什么契机啊？哦，没有，我从高中就经营，大学毕业，对，然后我高二吧，然后那时候高三有六年了，对，高三有一个最美高校生的选拔，对，然后那时候就刚好得奖，要上新闻，然后就先一波，然后所以大一的时候大概就有10万粉丝，然后所以到大四，就这四年间就是一直持续的输出，一直持续的做输出，短影片，输出，你是输出什么？我们每一集都有输出一些很不像的照片，也没有用哎，很奇怪。对，就是发很多的短影音，然后刚好就跟上 Reels 的风潮，然后达到有很多支百万的观看，所以就集到非常多的粉丝。那你们剪就狂跳，剪辑也是你自己剪辑？对，是自己剪。那你本身是东吴的英文系，那你在创作内容上面会加一些英文的专长？完全不会，跟英文没有关系，跟英文没有关系。对，那你在内容都什么搞笑还是漂亮？对，都有。他真的有抓对时机跟抓对方向。那个 timing 点抓得很好，他说六年就现在目前最高到60万嘛。对，我16年了，还没死完。哎，要不要问问东吴
法律系也是这个东吴大学里面很有名的系所，我们最强大的最强的嘛。因为像现在很多法律圈就两大学校毕业最多，是东吴跟北大，还有台大。对对，是吗？对，这几所都很有名，很有名嘛。对啊，你第一志愿应该会先选国立的。对，但是没有考上，然后就想说东吴也是蛮优秀，然后资源很丰富这样，然后就选择来东吴。东吴的法律如果认真来讲，你专看法律系的成绩不会输给其他国立大学的成绩，是可以上的。对啊，而且在学校也是风云人物啊。对啊，是是，因为我很喜欢打排球，我有参加学校排球校队，然后我们校庆的时候也都会举办排球的明星赛，然后我有两个校区，就是城中跟外双溪会互相对抗。对，然后我们就会每一年都要就是给全校同学票选，然后我之前有拿到城中的人气王。那许愿是在外双溪，那是因为你没有比到外双溪。对，我们许愿姐哦，不许愿姐呢，几个题哦不一样。他没有打排球啦，对，我运动很烂。哎，两位都风云人物，对，对面也不容小觑，是是吧？医生的部分讲快一点。医生当年在学校的家机，我们都有影片，大家自己上网搜寻 circus， OK， 好。对呀，对呀。总是要那个，就是感受一下我当年的，就是那时候是重嫌路线啊。我印象最深刻是我那时候还是学生哦，他们一个外景去找一，反正就是饮料店一个妹妹随便问，你愿意跟我结婚吗？问到那个女生，有一个女生说好，她马上跟那个女生去登记。对对对对，那个女生听说移民了。对，不要出门。对，就我们那几年干的很多荒唐事，这样是。对，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同时之间还在学校，就是世新大学念书，还是在学生。对，还是在学生。然后有一天呢，就是我们上课上到一半的时候，是有记者直接就是从那个教室外面，然后打断老师上课，然后就说：“请问一下那个就是黄同学哪一位？”就是现在可不可以就出来教室外面那个我们要采访一下这样。老师当时很惊吓哦，怎么？因为他不晓得我就在我已经开始在网络上面拍片了，对，所以他当时以为我发生什么社会案件，卷入什么刑事案件还是什么，他还想跑我说不行哦，我们现在课堂期间有什么事下课再说，对，然后就后来是我们班上的同学就说啊，老师没有啦，他现在已经在就是在电视台啊，然后有在拍片啊什么什么。然后那个时候老师才知道，我说哦，我同时之间已经成为艺人，在出道了，然后在拍片这样。那今天带来的两位学妹，听说也很出色，算是木栅区之光。好，顽童之后就你们两位了。哇塞 ！MJ 一六，你们也算是木栅区的在地的生根的二人姐妹组嘛，对不对？算是。轩女士现在读世新，世新中文系。对。那你以前是戏曲学院的京剧系。哇，这样跳脱很大。那 CC 也是本来就认识吗？对，我们就是学姐学妹，是从那个京剧系，然后一路到世新中文都是学姐学妹这样子。对，我们认识很长一段时间，真的很有缘分哎，甩都甩不掉。感情好，因为以前戏曲很多妹妹她们都住宿，所以大家那种同侪的革命情感会很好。特别的强烈。那如果已经开始念书，以前戏曲的东西还会找时间复习吗？会，因为我蛮喜欢唱歌，然后平常也有在写一些歌，所以对那种京腔的歌蛮有兴趣的。哎，轩，你可以帮我们唱一段京剧，因为你说你那么喜欢唱的话。可以。菊花台到迎明月，举杯对月情似天，爱恨。看到一定很感动，一定加分，而且他那个手势也比得很好哎。前面本来嘻嘻哈哈的，后面一来哇，整个贵妃上身。你会觉得学了学科以后，把它运用在京剧上面唱，你的表演更有厚度，对不对？有深度。那今天不管是势如破竹呢，或者是所向无敌，两队来比拼，获胜的队伍都有机会可以得到10万元高级家电。是的，马上进入我们学生挑战赛之脑力对决变变变。图中的答案究竟是什么？让新梅剪刀枪虎虎相比。这四个字到底是什么呢？自动侦测吗？自动侦测，抱歉答错。来，自动翻译，抱歉答错。哎呀！恭喜答对。
出国玩的时候最常用到这个，对，尤其是打开就叫人家讲，嗯 ，you say you say， 就是你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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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今天要考验大家的是生活观察家，我们会出一些图片来让看看呢，大家呢在日常生活中有没有注意到这些？对，而且科技日新月异，大家很喜欢拿手机嘛，所以图片的那种图像记忆呢，更能够吸引年轻人的目光。是，相信今天的题目对两队的选手来讲都是囊中物啦哈。哦，那待会听到请抢答才可以按铃哦。好，那第一回合就学长先来啦。好，准备好了吗？可以。来，图片题，请出题。好，这个呢常常用的文具，但是标准型后面那三个字到底是什么呢？请抢答。医生，不会就是橡皮擦吧？有这么久？有这么久？瞧不起我了？橡皮擦这三个字对不对？橡皮擦，抱歉答错。就没那么简单嘛，是不是？来了。标准型，那如果不是橡皮擦，也是要擦掉的话，叫做好像是啊。我想看，有什么想法吗？标准橡皮擦，橡皮擦，平常没有注意到。另外一个两个字叫叉子，塑胶塑，应该不是叉子那么接地气的感觉。那就三。标准型塑胶叉，塑胶叉，塑胶叉，塑胶，塑胶叉，这个答案对不对？恭喜答对！哎呀，塑胶，真的假的？塑胶，塑胶叉，哇！对，其实在看看我们，真的，你怎么跟刚刚判若两人？帮我剪后面就好了，拜托。这个叫标准型的塑胶叉啦。其实，在西元1770年以前，大家呢，因为我们画家在素描用铅笔，对不对？对。都会用面包屑来擦。哦。但后来呢，有一个英国的工程师，他就发现有一次他把一块橡胶拿来当面包屑擦，他觉得好用，而且环保。后来呢，我们就都变成这种橡皮擦。哦。对啊，但这个就用塑胶擦啦，比较不会引起南北之战。哦。因为不会有些我们小时候都在那边争嘛，有人说橡皮擦。有些人说擦布，还有人讲擦纸，擦纸，对，各地的名称不一样。都要炒这个。对，但它上面其实叫标准型塑胶擦。塑胶擦，好，塑胶擦。好，来恭喜所向无敌1分，恭喜。换人抢答，下一题，请出题。好的，这个 Google 翻译的页面我们常见嘛，对不对？嗯。可是这四个字到底是什么呢？来，请抢答。请抢答，等一下哦。来，许愿，许愿，请说。自动侦测吗？自动侦测。自动侦测，这个答案对不对？抱歉，答错。来，是什么？自动翻译。自动翻译。自动翻译，这个答案对不对？抱歉，答错。哎呀，还有没有答案？如果再没有的话，等等。好，刚刚其实许月已经快答对了，很接近啦。对，对，因为他那个你要翻译，一定要有一个被翻译的东西嘛。是，对，对。来，许月，你按铃了。侦测语言。侦测语言这四个字对不对？侦测语言，恭喜答对。因为 Google 翻译吼，你可以从什么文字去翻啊，还有这个图片这些都可以。有的是图片上面你直接手机照下去，它就帮你翻了嘛。对，是。对，然后你必须要输入一个侦测语言，就是被翻译的这个东西，然后到最后是它翻译成什么语言这样子。对，出国玩的时候最常用到这个。对。尤其是打开就叫人家讲，You say, you say。就是你讲，你讲，你讲，嘿。然后一路动手这样子。好的，所向无敌2分了。好，不好意思，可以有一点参与感。加油，这边看你了，可以了哈。下一题，请出题。好，这个是台湾的哪一个机关呢？很重要哦，哈，来，请抢答。司法院。司法院这三个字对不对？司法院，恭喜答对。那就有一个天秤嘛，公平正义，有一个审判，还有法官的法锤。那司法院是台湾最高的司法机关，是。对，我们也希望以后的亚轩可以在里面上榜。真的啊，好。那我们这个回合呢，先到这里，势如破竹，目前挂蛋。那我们的所向无敌已经拿到3分了，所以这回合是所向无敌获胜。好。
那在下一个回合可以有优先的选择权啊。对，好，好，马上进入我们学生挑战赛之不是 A 就是 B。好，这个单元呢有四个题库啦，是，好，那让大家呢可以来选择啦。对，那我们都是一对一 PK 嘛。是，上一个单元获胜的呢，你四个题库你可以有优先的选择权，哦，可以选自己比较擅长的题库。那两队派出一个，然后一对一 PK， 然后抢答。啊，如果答错就不补答，主要一回合总共十题，但是我们最后是计总累积的答题数哦。好。那现在因为刚刚你们这边获胜嘛，对，所以有四大题库，你们可以先选，有生活题、时事题、历史题，还有娱乐题。那你们有擅长什么吗？因为雅轩他什么都擅长嘛，对，让你们先选的。我应该是娱乐题。许愿还需要问吗？他大是娱乐题，你觉得他有在生活吗？那就先抢先上。他没有生活，没有，他就是因为他有点像 AI 美女。有生活，有生活，所以你们选择是娱乐题，娱乐题派出的选手是许愿吗？哇，当然，好的，对面呢，你们应战的是许愿，其实我们都可以啊，因为我们四星其实就是什么都会，专业就是在娱乐啊，你要先自己准备的吗？对啊，你是蛮娱乐我们的。轩尼，好，轩尼吧，好，娱乐题，两位请上桌，好嘞。不是 A 就是 B， 请出题。2024年台北电影奖获得最佳男主角的是谁呢 ？A. 阮经天 ，B. 周渝民。3, 2, 1。许悦。A. 阮经天。正确，周楚除三害。图片题，台剧《不够善良的我们》饰演贺军翔的老婆是谁 ？3, 2, 1。哎，许悦。A， 正确，林依晨。徐乃宁演的是前女友。下列哪一位台湾艺人有参加《乘风2024》？A. 杨丞琳 ，B. 杨谨华。3, 2, 1。还是杨谨华 B， 正确。图片题，下列哪一个是河马辛普森 ？3, 2, 1。哎，徐悦 ，B。正确 ，A 是霸子。可爱玩具角落生物没有下列哪一个角色 ？A. 炸猪排 ，B. 炸鸡排。3, 2, 1。许愿 ，B 炸鸡排。正确。图片题，下列哪一个是韩国团体 Red Velvet？ 3, 2, 1。哎，珍妮 B。错误是 A。Rolling in the Deep 是哪一位歌手的代表作 ？A. 艾黛尔 ，B. 艾维尔。3, 2, 1。Jenny。A. 艾黛尔。正确。下列哪一部电影让李安获得第一座金马奖最佳导演奖 ？A. 色戒 ，B. 喜宴。3, 2, 1。是 A 吗？色戒，错误是 B 喜宴。1993年，色戒在2007年才得到。后宫甄嬛传当中，宝娟是谁的宫女 ？A 甄嬛 ，B 安陵容。3, 2, 1。哎，随便打。甄嬛 A， 错误是安陵容。图片题。下列哪一位女演员有饰演过阮玲玉 ？3, 2, 1。Jenny A， 正确就是张曼玉。好，回合结束。好，谢谢两位。前面许悦一直有抢到你，比较占上风。哎，但是后来呢，轩尼也醒过来了，他终于醒了。是，对对对对。好，那我们刚刚有一个韩国团体呀，图片题嘛。A 是韩国团体呢 ，Red Velvet。那 B 呢是另外一个团体，是 EZZ。像 A 的话呢，他是在7月中的时候呢，有这种韩国音乐节，是，然后他们是担任压轴的表演。
演嘉宾、哦。然后另外一个 Is It 韩国女团呢，是七月中的时候在台北的小巨蛋办演唱会。哦，许悦真的很厉害。对，连角落生物他都有在看，真的辛普森他也有在看，在看对，真能量、哦。所以刚刚那回合呢，势如破竹两分，所向无敌五分哦，势如破竹，世信队小小的落后三分、哦，所以第二个回合就很关键啦、啊。那现在轮到你们来选题目，你们想要选哪一个？生活、时事以及历史？生活是不是好生活吗？生活题、那你们生活谁要来应战呢？谁的生活比较不检点？什么？你怎么一直在呼唤自己呢？比较多才多姿，自 Q 那就我上了。好哎、欸，那你们派出的是？你等下那个再选，你是不是擅长的？我想办法去面对我这个老朋友。好的，来回应，请上擂台，队长。自我判断答案全数共估，最后关键能否扳回颜面？下列哪一个是大花咸丰草？花瓣比较多的 B， 错误 ，B 是竹菊。根据统计，什么类型的音乐最常用来助眠 ？B 节奏慢抒情，错误是节奏快。这什么陷阱啊？这怎么可能啊？下列哪一个是泰鲁格号？我是花莲人嘞，拜托。答案，答案，答案是错了，很好笑啊，好好说。答案是。不是 A 就是 B， 请出题。五角万酱油源自于哪个国家呢 ？A 日本 ，B 台湾。3, 2, 1。台唯一 A 日本。正确，日本龟甲万株式会社源自于日本。图片题，下列哪一个是禁止会车的交通标志 ？3, 2, 1。Eason，B。错误 ，B 是禁止超车。难怪我很常说麻烦。世界表情符号纪念日是在几月几号 ？A. 7月20日 ，B. 7月17日。3, 2, 1。回应。B 七月十七日。正确，而且我们的日历就上面就是7月17哦，好 ，emoji 里面。图片题，下列哪一个是大花咸丰草 ？3, 2, 1 Eason， 花瓣比较弱的 B， 错误 ，B 是竹菊。网络用语“触碰”的“触”代表什么意思 ？A 表示被冒犯 ，B 表示很赞同。3, 2, 1 Eason。表示很赞同 ，B 正确 ，true 就是 T R U E 真实的谐音 ，true 烂 ，true。云端发票专属奖最低金额是多少呢 ？A 800元 ，B 500元。3, 2, 1。回忆 ，B 500元。正确，500、800、2000到100万。根据统计，什么类型的音乐最常用来助眠 ？A 节奏快，充满活力。B 节奏慢，抒情。3, 2, 1。Eason， B 节奏慢，抒情。错误是节奏快。这什么陷阱啊？这怎么可能啊？下列哪一个国家的时区跟台湾一样 ？A 辽国 ，B 汶莱。3, 2, 1。Eason， 汶莱 B 正确。台湾高铁规定，旅客携带物品的长度不可以大于多少 ？A. 100公分 ，B. 150公分。3, 2, 1。喂 ，A. 100公分。错误是150公分，而且长宽高的总和不能超过220。图片题，下列哪一个是泰鲁格号 ？3, 2, 1。Eason， 我是花莲人嘞，拜托。答案，答案，答案，答案是错了，很好笑啊，好好说。答案是 A， A 正确 ，B 是普悠玛。对啦，普悠玛，好险！十题也考验完毕啦。对，谢谢两位，谢谢。谢谢。
这两个有来有往了，光是看抢分一下子就两个是根本就是好像讲好的，而且前面一审怎么抢到怎么错，哎对，他禁止会车跟禁止超车的，那好难的，会车就交会有两个箭头嘛，对不对？啊超车就是直接这样子啊，对，你看他两个并排，我超车一定是这样并排这样超过去啊，对，所以那个是禁止超车，对对对对对 ，A 才是禁止会车，那根据统计，什么音乐最常用来助眠？其实是节奏快跟充满活力。这是音乐串流平台 Spotify 他们超过200,000首歌曲，对对的记录，而且包括呢，你如果有什么问题，打电话给他们。对，而且这200,000首好助眠的，包括什么BTS 的、啊，还有怪奇比利的都有。可能是因为快，你躺着。就累了，或者是很快，平常也喜欢听，听到最后已经听到烂了，所以睡觉一放的时候，哎，马上哦，又是谁什么，就睡着。知道那个落差感啊。我现在想睡不着，我也是放啊。我知道。好，你下次失眠的时候，我就带喇叭去你家蹦，我就蹦快节奏，我看你睡不睡得着。你放那个、啊，我知道我玩了咪，我不记得，早就睡着了。很棒，很棒，带给大家多少的福利？对，我们那回合，这刚才那回合也很精彩，然后两队队长了，刚好3-3不相上下。哎呦，打成平手了。所以现在世新还是落后3分哦。哎，关键就在我们的 CC 跟雅轩。哎，那雅轩现在轮到你们选题。所以你的最战胜擅长的，你是时事跟历史，你选一个。那我选时事。时事，时事，哦、对吗？好的，那就上 CC 啦。CC， 来，两位请上擂台。不是 A 就是 B， 请出题。中正纪念堂的国军一队交接，从铜像大厅移到了哪里 ？A. 民主大道 ，B. 民主广场。3, 2, 1 CC。民主广场吗 ？B， 错误，是民主大道。七月交通新制上路，哪一个开放民众检举 ？A， 未戴安全帽 ；B， 骑车滑手机。3, 2, 1好 ，CC， B 骑车滑手机，错误，是未戴安全帽。下列哪一个公职可以透过选举的方式罢免下台 ？A， 村里长。B 不分区立委。3, 2, 1 CC。B 立委不分区。错误，是村里长。在今年8月熄灯的戏院是哪一间呢 ？A 全美戏院。B 真善美戏院。3, 2, 1 CC。B 真善美。正确。图片题。下列哪一个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旗帜 ？3, 2, 1 CC。北大西洋 BB 吗？正确 ，A 是联合国。新版日元于今年的几月上路 ？A 8月 ，B 7月。3, 2, 1 CC。A 8月。错误，是7月。图片题，下列哪一个是印度的国旗 ？3, 2, 1 哪些 ？A 吗？正确 ，B 是爱尔兰。新青安贷款主要是跟什么有关呢 ？A 买房 ，B 创业。3, 2, 1 CC。A 买房，正确。图片题。2024年美国总统候选人川普的副总统搭档是谁呢 ？3, 2, 1 CC。副总统啊？对。哪一个看起来比较可靠？A。错误，是 B 范斯。好，现在两边平手，平手。关键的第十题。哪一国总统因为飞机失事而罹难 ？A. 土耳其。B. 伊朗。3, 2, 1 CC。A 土耳其，错误，是伊朗。好，回合结束。两位请回座。请回座。这一个回合呢， hey, hey. 我们的雅轩稍显客气了一点。对，哦，只抢到一题，然后而且有的时候抢到反而是错的。对，因为那个我们的 CC 啊，他抢了9题。
抢了九题。对，因为杨轩只抢了九题，因为他的一抢了九题。对对，然后他只对了三题。哎，你下次要下球赛的时候，你我可以跟你一起下吗？对，你这完全反指标哎。两年后的世界杯，我一定要再找他。真的真的，那刚刚有一个什么？下列哪个公职可以透过选举的方式把他罢免下台？啊，因为不分区立委他已经不分区 了，你要如何去？你没办法罢免嘛。啊，像村里长这一些，或者是什么民，就是有区域的啦，你是从这个区域的选民投票给你的，你可以罢免他，就是由原本选区的人罢免你。好、哦，但是呢，就职未满一年的呢是不能罢免。啊，对。对啊，不分区的就不适用罢免法啦。哦，这个其实刚刚雅轩按得很快，可是因为时间还没到，灯就被取消了。对对。那七月的交通新制上路呢？其实像未戴安全帽，还有人行道违停啊，占用身障者的车位啊，还有没有顺向停车，以及这种行人穿越道违停这些，都可以开放让民众来检举。所以大家要小心啊，不要想说警察没看到就不算了。是。新版的日元呢，其实在今年的七月就上路了。对。那因为台湾人很喜欢到日本旅游嘛。对。哦，你有旧版的钞票，你也不用担心，因为他们都是收的。对。我之前还拿2007年。就是在旧版的、他们也是收，也可以吗？对，你只要是他们发行的日币，不管是多旧版的、是他们发行的还是你弄的，我不会，我不会不要这样，我是不做这种事、是不做。对，如果而且没有关系，你拿旧的也没关系。听说他们有很多的机器都还没有跟上，对啦，有的什么贩卖机啊什么都还没有跟上，对，你用旧版的都还是可以的、那美国总统川普的副总统呢，就是范斯。那像2024年5月呢，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总统莱西，他在一次的边境外交行程当中呢，在这个伊朗的西北部呢，遭到直升机空难啊。哦，对，就是这也是一个国际之间的悲惨的事情，这样子是。好，那刚刚呢，虽然雅轩只有拿到一分，对，可是刚刚的那一回合是3-1啊，他原本落后2分嘛，所以现在总数比起来呢，世新是8分，那东吴是9分，所以东吴获胜，成为我们挑战赛的 A 组。是，那世新就是我们的 B 组啦，来一起进入百变终局之战。到底为谁努力，为谁忙？忙到自己一题都没对。东吴大学的城中校区位于台北市的哪一个行政区呢？西门。新闻，下一题啊！北半球的台风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旋转的？正确。亚洲地区共有几座环球影城？两座。正确。你会不会觉得从头到尾你到底在忙什么？他答别人的都很对，对啊，答自己的好像都答不对。好的，我们说像无敌派出的是许悦，他出现的原因是他反应很快啊，他刚刚是我们那趴得分最多的耶，而且他一直拍片，经营自媒体也5-6年，所以面对镜头跟这样的环境对他来讲不陌生。因为很容易啊，站上去就一片空白。对啦，因为大家怕会紧张影响实力啊，但他不会啊，因为他就很习惯面对镜头了。是，对，介绍一下商品，今天获胜可以得到 AI 智慧顶级按摩沙发，还有钢板变频3层冰箱，以及50寸4K液晶显示器，总价值超过10万元，通通送给你。对学生来说这是大补丸。你可以用50寸来剪片。对不对？你在剪短影音的时候，看着50寸的液晶屏幕，坐在按摩椅上面，哦，这样子剪累了，冰箱打开，直接饮料拿起来就喝了。哇，看起来很棒。对啊。那这也要两位关主的成全啊。是，首先呢，第一位是呢，拥有美国、台湾、中国3地律师执照的尤洁燕律师。还有我们非常漂亮而且又很厉害的国家高考营养师方慈生营养师。是，那我们挑战者呢，我们也要帮助他一把。对，3张技能卡给你们选。3选1哦，3张只能选1张。对，你如果抽到火力加一呢，待会你就可以找你的队友跟你一起答题，你就得2对2。对，那队友要胜选。对，但是你们两个默契要够好，因为只有选一个主答者而已。是，听懂哦。然后在关键10秒，官方的15题之后会有个暂停，在这个暂停的时候，看你要加自己10秒，或者是扣他们10秒。对，来，然后或关主连打呢，任何时候你这张牌一使用，就会帮你暂停时间，轮到他们要答对2题，答题全才轮回来给你，所以想必中间可以消耗他们不少时间。很多对哦，听完他的介绍，对，想选哪一张？
火力加一。火力加一？哦，你跟另外两位熟吗？不熟。不熟，那你还要火力加一干嘛？有人陪伴比较好。好，你要选择哪一张？好，这一张。这张确定吗？确定不换。好，就这张。那你先看另外两张是什么。不不，看完就不用放回去了。你还把火力加一拿走，什么意思？我不是抽到这一张吗？你抽到这张，对啊，这两张还我啊。他刚刚很做表情哎，他刚刚对你不耐烦的，还想要抢我那一张。我刚刚以为想说我搞错了，什么意思？你以为那个是不要的？对，我以为那不要的。哦，好，关键十秒也很好用。我跟你讲，我个人如果三张让我选，我会选关键十秒。对，因为就保证十秒，你关主连打，你也不知道他连打是消耗多少时间，对不对？啊，火力加一就先算了啦，看队友啦，对，看今天菜怎么样，对，很好用啦。好，啊，记得一人一题哦，你先开始，好不好？好，好，哎，老师，请出题。东吴大学的城中校区位于台北市的哪一个行政区呢？西门，西门。下一题啊，巴黎奥运的奖牌上面镶嵌了哪一个建筑物的碎片？巴黎。意大利啊，下一题。2024年的8月8号父亲节在礼拜几？在礼拜四。正确。中华民国宪法法庭隶属于哪一个院会？司法院。正确。卡通人物哆啦 A 梦最一开始是什么颜色的？黄色。正确。正三角柱体共有几个顶点？6个。正确。台湾机车的排气管通常在左边还是右边？左边。下一题。北半球的台风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旋转的？正确。亚洲地区共有几座环球影城？2个。两座。正确。歌曲《泪海》的原唱是许茹芸还是何茹芸？许茹芸。正确。旅游胜地清境农场位于哪一个县市？南投。南投县。正确。日本花火大会通常会在哪一个季节举办？夏季。正确。相机的光圈数值越大，景深越深还是越浅呢？深。正确。早期原住民使用的新港文是哪一国人创造的？Pass。下一题。音乐剧《钟楼怪人》的原著作者是谁？ Pass。下一题。唐代书法家当中有草圣之称的是谁？Pass。 下一题。歌曲《外婆的澎湖湾》原唱者是谁？ Pass。 下一题。来，时间暂停。你会不会觉得从头到尾你到底在忙什么？不是，你答别人的后面你他答别人的都很对。对啊，答自己的好像都答不对。他真的很适合做自媒体，就是抓不到他的节奏。没有，第一个东吴大学的城中校区位于台北的哪一个行政区？你们在寄信到学校有资料吗？台北市什么区？在捷运西门站下车。捷运西门站下车。OK， 好。是不是水瓶座的？不是，我是巨蟹座的。哦，巨蟹座，我就乖乖的啦。好，城中校区的地址你知道吗？不知道。OK， 好，城中校区的地址是中正区贵阳街一段56号，所以城中校区是在于中正区，好，贵阳街那边。那巴黎奥运的奖牌上面呢，有镶嵌了哪一个建筑物的碎片呢？因为在巴黎举办嘛，就最有名的就是巴黎的埃菲尔铁塔。哦，他就把埃菲尔铁塔打碎。没有，把那个碎片放在那个奖牌上面。那是一个象征，不是真的埃菲尔铁。埃菲尔还好好的在那边。对对对对对。外婆的澎湖湾的原唱其实就是潘安邦。对他们来讲比较遥远啊，但是学长应该有听过。对，有听过。知道知道。为什么有点无奈呢？没有，就外婆的澎湖湾。对啊，对啊，知道很好啊，民谣呢。对对对对。那书法的草圣就是张旭。你要换人吗？哎，换人。来，去哪里？不想担这个责任是不是？雅轩，还是那个唯一。
啊，雅轩，雅轩吗？雅轩，好，好的，好，好，我们谢谢许愿。那雅轩来关键十秒，你要加你自己十秒，还是要扣他们十秒？还是你扣自己十秒？我们来看一下，还是他扣自己二十秒？我们节目就录到这里了。我想笑，好了，不要这样了，不然这样，因为他是二十五秒，其实他没有办法表现来，要不然就加自己十秒。好，对，三十五的话，你快一点，还可以答个七八题，挑战一下自己嘛。好，嗯，那因为待会是他们先啦，再让一下，让观众先答。因为照理来讲，应该哦，对，刚照理来讲还是要好，因为刚刚就是抓不到一个，就是一直在 pass， 一直下一题下一题啊，就后来太多，我们制作人说没关系，那这一轮重新开始，我们让关主先打 ，OK， 对，关主可以吃亏，但是挑战者不能吃亏，尤其他们还是学生，这么辛苦，对，所以这一回合我们关主先打，等于又帮他争取了五六秒，嗯，可以吧？你七十一秒啊！我在喷衣组的时候，你们要贡献的，所以我只问我说。现在分担风险了，现在才没在阿弟我们呢。对对对，如果他三十五可以赢到你七十一的话，你送也合情合理。辛苦送两组，送两组，他是赔了赔了赔了，哎，他说两组，你说没有你们如果有办法赢呢，等于二十万加店，十万是制作单位出了，十万是律师出。哎呦，你自己讲的，你自己讲的。那我们关主先啦，哈，哎，准备好了吗？好，准备好了。哎，老师，请出题。日据时期第一任台湾总督是由谁担任的？方进。主持人题。《神雕侠侣》中的古墓派位在哪一座山上呢？龙门山。正确。诗词：今朝有酒今朝醉，下一句是什么呢 ？Pass。下一题。成语“画龙点睛”的典故源自于哪一个朝代？Pass。下一题。请问天然的惰性气体共有几种？ Pass。下一题。袋鼠是澳洲的国宝动物，请问它有几个阴道？两个。下一题。玫瑰王国是指哪一个国家呢？玫瑰王国。Pass。下一题。联合国目前有几种官方语言？ Pass。下一题。国际刑警组织的总部位于哪一个国家？美国。下一题。时间到。这一系列节目越来越难。许愿你要去哪？没有，没有，没有，站在这里。哦，没，他可能要给他一个温暖的。对啊，对啊，因为这冷气比较强啦，而且后面就比较紧张了一点了，这样子。啊，天然的惰性气体共有几种？有六种啦，有六种。这个惰性气体就是，比如说氦、氖、氩、铬、氙，还有氡。就惰性气体、哦、是，然后袋鼠是澳洲的国宝，它本身是有三个阴道啦，因为它就是主要是比人类多了两个阴道跟一个子宫，等于它有三个阴道两个子宫、哦、对，而且它三个阴道其中两个呢是用来把精子往子宫去送，那剩下的一个阴道就是生产袋鼠宝宝的通道。哦，对对对，都在比较不一样，是，哎，对。诗词“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下一句呢，就是“明日愁来明日愁”。哦，对，那我们古墓派就是在终南山上面。是，这一段可能错的比较多，但没关系，大家就是教学相长嘛。如果有什么特别要补充，也可以随时讲。是，有要补充什么？没有，没有。惰性气体啊？没有，我在评估我的心情。评估一下，刚刚是不是觉得自己话讲太快？有一点，第一题的时候我就很吓到。因为第一个台湾第一个，第一个就放弃，想说完了完了完了，我就只剩下知道会不打。直在知道吗？我真的不知道。对啊，日治时期啊，台湾第一任总督啦，就华山之计，日本派来的第一任。对，这大家比较不知道一点。好，那我们这边还是要遗憾的宣布呢，东吴大学挑战失败。接下来我们有请世新大学。B 组派出的是轩尼啦，哈，人小志气高，好不好？他来打头阵。是，哎，很有勇气啊。哎，他京剧唱的。对，那也是六十秒。是，那获胜的可以有五十寸的液晶屏幕显示器，那没有技能卡，但没关系，赢他们为主，先赢再说。对对对，好，准备好了吗，两位？老油老方，加油喽！可以啊，一人一题，不要互抢哦。对对对，好，老师请出题。世新大学的英文简称是什么呢 ？SHU， 正确。传道授业解惑也，出自于哪一篇文章？诗说，正确。台语的丁龟指的是什么蔬菜？丝瓜。下一题。漫威的雷神索尔常用的武器是什么呢？锤子。铁锤。正确。成语一刻千金的一刻大约是几分钟？十五分钟。正确。杨永伟是哪一个运动项目的奥运国手？柔道。正确。
京剧行话的喷场又被称为什么呢？笑场。正确。胆汁、胃液、小肠液，哪一个是酸性液体？胃液。正确。社群软体 IG 的 APP 图示是以哪一个物品作为设计的？相机。正确。带壳鸡蛋、铁碗、便当纸盒，哪一个可以微波？便当纸盒。正确。奥运的五色环由哪五种颜色组成？红、黄、绿、蓝、黑。正确。美国的飓风在台湾称之为什么呢？台风。正确。地球的自转轴大约倾斜几度？23.5度。正确。招财的咬钱金蟾蜍通常是有几只脚？三只。正确。北投温泉是属于硫磺温泉还是碳酸泉？硫磺泉。正确。查询电话的查号台电话是几号呢？09。下一题。十分瀑布位于新北市的哪一个行政区？平溪。正确。西游记当中谁跟孙悟空一样都会72变？牛魔王。正确。日本的七夕是以国历还是农历为主？国历。正确。电脑中的图形处理器英文简称是什么呢？GPU。 正确。传说中围棋是由古代哪一位帝王发明的？李世锦。下一题。答对就才有的拼哦，因为他一定对、啊、不知道围棋是哪一个帝王发明的？不知道。围棋呢是尧发明的啦、因为尧的儿子丹朱呢个性比较顽劣，所以尧呢就发明这个围棋来教育他，让他可以修身养性，陶冶他的性情啦。对，那南北朝的时候把这些个就围棋啊，把它定型为现在的这种19路棋盘。对，那查号台的电话就是104或者是105。好，09。这个最近大家都比较少用。对啦，因为直接 Google 了，我就直接 Google 嘛，或者是直接搜寻他的 IG 嘛，也不一定要知道他的电话号码，有赖就好了，这样子。对。然后像刚刚雷神的锤子有名字哈，对，叫雷神之锤或者是妙尔尼尔，对，好。然后呢，金瓜台语的金龟，金龟就是南瓜，所以我们常常去澎湖吃到金龟米粉。那丝瓜的台语叫做菜龟，对，所以会搞混。啊，刚刚只差7秒，差一点点，很可惜。但是还是要谢谢你们，很精彩，有来有往。好，不过还是要宣布，世新大学挑战失败。好，刚出你，小试身手，你觉得怎么样？他紧张。刚刚我们其实都有针，我们其实都有针对你们，譬如说世新大学的简称，还有你们京剧的行话。对，有，我有吓到，有京剧的题。吓到哈？你是不是吓到他们会，但你不会？对，不是的，喷场比较少听到。比较少，对，就笑，就我们大家要问一下，你就少听到啦。不然我问你抖包袱，大家都知道，对不对？是不是？那你这边现在有冷静一点了哦。现在仔细想，其实那些题目都会，是都不会，都不会。不要这么老实，律师最不能做的就是老实。对，而且你刚好都会到他们的题目。对啊，你在抢他们的时候，我就觉得哦，有这次律师要喷一组，要喷一组，我很对你很期待。后面。还是因为我们太丢脸，帮我剪掉。不是我们老师在跑什么？还是我们你后面答题帮你上马赛克，帮你贴那个喵喵的贴图。答题帮他贴喵喵，然后旁边打许愿。前面保护的时候都不用贴，后面你上去帮你贴喵喵，好不好？太丢脸了。你以为我们是 Reels 吗？重剪。没关系啦，有了经验，下次再来。下次再来。那我们的关主呢，在惊涛骇浪之中，又把我们守住了大家。对，也守住了他自己那一组，也是要谢谢两位关主。谢谢两队热情的参与，还有观众朋友您的收看，我们百变智多星一起动脑筋，下次见喽，拜拜。